老师，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南瓜汁面。首先我们有小玉米，还有南瓜，还有花椰菜，还有菇，还有马铃薯，还有面。调味料呢，有玉米粉跟盐。我们首先我们要切的是南瓜，过后我们要把南瓜拿去蒸哦。那我们第二个要切的是马铃薯，我们需要切小玉米，接下来我们要切的是菇，我们现在要切的是花椰菜，过后我们要把蒸好的南瓜，我们要拿去 mash 给它碎。好了，过后我们先放旁边，过后把面拿去煮。过后我们好了，我们先放一点的油。接下来我们要倒油下去，过后我们要倒一杯清水倒去玉米粉里，后我们要搅拌，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要把这一个把它倒去锅里。接下来我们要加锅，过后我们需要放金瓜，过后我们需要放盐，过后炒一炒，接下来我们需要放花椰菜，完成了。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汁淋上这哦。哇，好香哦！完成了。